小璐婚姻告急，网曝贾乃亮已搬离爱巢，网友甜心归谁？有人网上爆料，声称贾乃亮已经搬离原来住所，地库的豪车全部消失，只剩下皮几万坐过的宾利，这车是李小璐本人的。这些年这样的情况没出现过，难道真的如网友猜测的一样，两人已经达成协议准备离婚？前段时间还爆出贾乃亮与甜心分手依依不舍，等甜心走后还偷偷的抹眼泪，看来分居已成定局。但这样受到伤害最严重的还是小甜心吧，爸爸突然的离开，让他小小的心灵肯定会受到伤害，孩子都很聪明也很敏感。部分网友表示，那小甜心到底归谁呢？